这个卡车片，卡车片，过桥的这些人，这个电力卡车片，卡车你们过桥门都行。像这一天，都干不起来，是不是？你最关键呀，最关键。人家昨天摔跤了，然后人昨天还有点发烧感冒。 他不放松就骨头。要不明天带人家去看一下，拍个片，要帮他老说最近这边有点。今天他这样。然后手臂的话有挫伤。那明天去拍个片。他医生说的一。对呀，看有没有伤口。因为老话骨头太粗。对呀，太沉了。我妈就给我们这不感冒归买。哟，那身体太软了。不，一点点不水。那边水性臭了就，哎呦，那就是他们身体啊，无法那慢卡慢起哦。 明天真的得带奶奶去看一眼了，我觉得。一个头你转不了。想看一眼，他说一等来水，头就等来水。啊，头就等来水。别别急啊，自己带，别急啊。一到时改个到时就不用了，讲你要你讲，讲这个话，看他弄。可是他说你起不来呀，你还是保险起见，挂个号啊。你是挂个号，一天早上他就不会见，他就在那碰碰来碰去，最近些。所以你看货的话，规划吧，要反正规划完了，不然今天不会就改开，人家那天一样一样规划就只能就不去改送就过了。你不把我掐脖子上了。 拿下吧。到没事，到没事，不能看。我也是，我感觉穿个胯吧，拍底拍，有骨折有骨折，没有的话就换新。拍皮纹对的。以前看到不会行，你看这个在那碰来碰去，就是它搞这都搞都是这。还有面膜。面膜。还有盒刺泡。洁面膜。到了一箱谷雨的产品。 老妈一直喊了，说奶罐用完了，然后刺泡它也用完了。我老是怀疑他那个奶罐是不是跟吃的一样，用的可快可快了。你帮他听到，他白又说不用了。哎，可是我还是在想，万一真的是骨头咋办？可是老爸说的也有道理，因为奶奶现在她有点。他现在折腾不了。对。你给他几天让他恢复，如果是那个闪到机能，他不然就恢复了。他如果是一天买比一天好，那不行，到时候就拍片，那个没事。主要是车子太破了。他现在折腾不了。 要不我也想是把奶奶带去拍个片，因为很简单嘛，片拍一下，当下出结果。他现在折腾不了，一折腾的话，他又晕车。但是明显这两天比前天摔跤了，比明天好多了。他前两天动都动不了，起不来，他现在自己可以起来了，证明现在有恢复，知道吧？公啊，你是在床吗？个款。啊，款你那会啥款？我。你到时候还是看好了，看好些了，我恢复了，你发给他，我先检查给你。 阿哥想要水桶呀？哎呦，一直忘不了你，我生了啊！我今天我来，我生了啊！我们忙了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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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说儿女多就是这点好。所以要给你一个。
啊，无咧，大家吼，像咧关三公，叫你说唔怕，就是怕你啊，你知道奶奶什么情况，你就不要再念了好吗？啊，就是啊，老爷念了，他说他去扫那个，他说又电了，他还不说，现在才说。哪个婆啊，都是干枯啊！我成天喊叫说你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。你说等你老让你摁着不让你动，你说你心里说什么？摁着了我不动了。我让你省心好吗？不可能，就是怕摔了，他就得哎。